我是快乐大本营的节目主持人李湘，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，不用说，大家也非常的清楚，他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主持人李冰。大家好。很多人都不知道快乐大本营最开始的主持人是李湘，后来才换成了由何炅谢娜等人组成的快乐家族。我们是快乐家族。10月29日，网上曝光了快本即将升级播出的消息，这次大幅改版将会加入虚拟主持人小样。大家好，我是湖南卫视实习主持人小样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正式加入湖南卫视了，新人报道请多关照。除此之外，首期嘉宾阵容也十分强大，有吴京和易烊千玺，近日二人主演的爱国电影《长津湖》也在热映中。我跟你打仗去。老大说我们俩把该打的仗都打了，不让你打。那个，你们期待改版后的快本吗？